长节。香菜种子撒遍地球，牛肉回香，鸡翅根五花肉最好吃了。好了，我们点一个一次性红汤喝。云参松茸鸡汤，双人餐59，有这么多，也太大块了吧。跟着奶奶调的一碗小料剁下来之后再一起吃，不仅实现了牛肉卷自由，这次可是牛肚。厚实的程度还有这个嚼劲，让我觉得比黑色的毛肚还要好吃。一般我们吃到的都是蘸芝麻酱的，这个就是在火锅里面现煮的，这么大一块特别过瘾。